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介绍 Fossil 的产品，这个是从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寄过来的。我们看一下里边，这次买了 Fossil 的一个短钱包和一根项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可爱的盒子有很多小图案啊，这是 Fossil 的 logo。如果你对产品不满意的话，可以通过这个去退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项链 ，Fossil 的项链，原价呢是$48，来看看，由玫瑰金和银色组成的一个项链，很漂亮。也是可以调整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试戴一下。打折买下来$14，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可以调整长度，还不错。再继续看一下。送了一个盒子。被撞了一个坑，里边呢有一个防尘袋，有一个防尘袋，还有一个小的说明书，这个是保修单，首饰的保修单。 Fossil 的手表也还是很不错的，比较时尚。这个是小钱包，上面是暗纹。原价是$48，打折也是$14买下来。我们可以呢放上，这上面有放 ID 的地方，还有卡包，$1，长度也非常好。你们可以看到暗纹很漂亮，暗纹很漂亮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